甚至就可以让你外出的运动。小时候女生呢有福了，上薄下厚三公分的设计，特高腰的，让你的屁股呢看起来提臀的效果。它是服贴住，但是不挤压任何你的小肉肉，它的弹性是非常的好的。我现在身上穿的呢，大家应该都有看到网络上现在非常火红的 Fear 的运动服。我觉得大家对运动服的概念很容易就是很简单啊，然后没有任何造型。现在 Fear 出的这一款呢，它是直接可以让你外出的运动服。因为我觉得市面上有一些些的造型呢，像这种绑带的这样子的造型呢，通常都会没有办法服贴在你的肌肤上面。你们可以看得到，它真的是完全不会挤出肉肉，而且呢，它的质量是非常的轻。重点是，我觉得小时候女生呢有福了，因为它这一款里面的胸垫呢是美胸款的，大家对运动裤的印象通常都是大概在肚脐下面，那女生很容易就会觉得我在运动的时候肚子有时候一压，因为你在做腹肌嘛，通常会一压的时候就会挤出肉肉来。它这一款呢是做特高腰的，然后后面呢做这种造型，会让你的屁股呢看起来有提臀的效果，大家有看到？那像如果你要做深蹲的这个动作呢，会让你的屁股感觉会特别的。那我刚刚提到的，他们这个独家设计的美胸的胸垫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这个呢是上薄下厚三公分的设计，它真的是超 Q 的，会配合我们每一件的那个运动服啊，有不同的设计，像有的是肩的啊，那它这个是有一个圆弧度的，像比较欧美的女生呢，这一套是可以让直接穿出门，不用再另外带出门的，因为它就是可以当外穿，你可以运动，其实这样子就非常的有造型感，搭配短版的帽 T。在你冬天的时候啊，稍微有一点点冷，然后你可以直接这样穿出门。可是呢，这样看起来，前面是一样是高腰裤，但是后面是不是一样的非常有造型呢？我刚把裤子换掉，换成是我们平常会穿的皮裤。那大家看到就是我上半身一样是搭配 Stair 的运动服，你还可以不用穿内衣，然后它里面还有美胸的设计。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也是我个人非常的喜欢，因为它在这里的有做一个深 V 的设计，然后它这个呢是一个网纱的。材质，那我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件呢？因为我在运动的时候，我基本上都是做高强度的重训，穿上去之后它是服贴住，但是不挤压任何你的小肉肉。那它背后呢，一样是一个挖洞的设计。那我要再讲一下这一件裤子，我身上这一件呢，它一样是做非常高腰的设计。那它这旁边还要做一个缎带的设计，一样是有一个纱，然后就这样一条一条的，非常的好看。那大家可以看它的弹性是非常的好的。侧面还有做这样的设计的时候，会让你的屁屁这边呢线条会更好看。我下半身呢，把它换成一个就是我们外出的牛仔裤，后面搭一个牛仔外套啊，或者是飞行的外套，都是非常的好看。搭配一个就是这样比较造型感的裙子，其实你可以直接穿出门，然后再搭配一个外套，一个非常的不一样的造型。那 Stair 的运动服呢，我觉得它非常好，是因为它可以让你运动的时候穿，不管是瑜伽或者是你高强度有氧或者是。高强度的重训都是可以让你漂漂亮亮的去运动，然后可是也可以达到一个穿起来运动的时候没有任何负担，非常推荐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